记得我初来美国努力扎根，总是牵挂家乡多病的母亲。偶尔间了解到花旗参的作用之后，寄回台湾给她。从此以后，花旗参成为我们联系彼此的纽带，也让我结下了这一生之缘。我小的时候是在升天中度过的，跟花旗参一起长大。花旗参支撑着我的家庭，对我来说，它不只是一个产品，更是一种信念。我生来就和花旗参有缘。现在看来啊，我的人生就是我的人生。我为众生耗费毕生心血，让参更为世人所知，也是花旗参让我经历人生一次次的高光时刻。如今我内心无比踏实，因为人在身在，心自然安。离开故乡后，我到了 UW Madison Harvard 读书，之后在一家美国公司 General Mills 工作。我父亲生病，我想到了回瓦萨，因为我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使命感，森田也需要我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人在湖边坐，心系森田，这是我太太常常给我打趣的一句话。是的。虽然退休，我对于花旗参还是有无限的关怀。与太太携手漫步森田间，回忆往昔岁月，是我现在最幸福的时刻。尽管我们目前正经历着疫情的影响，但我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。感恩有您，敬爱的许氏的顾客们，您的支持给予我们无限的力量。许氏48周年，许氏待发，再创辉煌。